梦狗有想，就是这1500万大概多久会还清？今年之内就可以处理掉。今年？现在今年剩下几个月而已，中秋节。梦狗是不是很久没穿这套了？对啊。这一套其实我们，我刚讲我们外面的场子，其实偶尔会穿一下。所以上一次解释玉玲珑的表演是多久了？已经5年了。最近有一个，我不讲，我先不讲哪一国，就在东南亚看到了，看到我们演出。对啊。对，已经在接洽说，叫我们去那边开节目。节目上。不要讲，已经被退货了。不要乱讲。啊，很巧的是，昨天晚上正好播《铁石一》《铁石二》。对，真的，有连续2集，我看出来就有一点感慨了。对对对，为什么撇那么多钱？对。当年没有这么样考虑清楚，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弄得更好。其实凤凰是个浪漫者啦，只想把事情做好，并没有把账做好。别再提了，这样大家会谈到负债。啊，今天不谈负债啊，1500万解决了吗？哦，那个还没有来，没那么快，那个慢慢来了，已经在启动，大家能体谅。而且事实证明，碰狗一直没有跑掉，一直还在这里，所以他一直在努力。我跑不掉啊，卡马，你是卡马，去麒麟王退掉。所以去东南亚会回来吗？哎，我有个问题，请说。请问我算在亲友里面？当然，当然。哎呦，这个我要感谢，这真的了，也是玉玲珑包括团队，我有一次的演出没有付钱，我要对他们很特别不好意思，而且是在过年前呢，所以大家要过年就等着那个钱。你看到我有多忍耐？假忍耐。但是我还帮你做了一件事，因为那两个跳舞的真是没有办法过年，我先给。你给多少？我一人先给5000，我说碰过如果有再给我，我再给你。那我不会给你。所以我除了的本债，现在还有利息。未来一定会付清。对了对了，我们已经到达了水乳交融，好像形容不对哦。那知道那个点应该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对，痛苦在去年那2020年的开始在封的时候，他已经封了。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好几个月没有进棚录影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痛苦在谁行，他整个人是发呆的。那当时呢，制作单位其实跟我们讲很多。是啊，你要看碰狗没有把那个程序上应该讲的话讲的时候，你跟可莉两个人就要补了，而且补了1年。是啊，这事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？现在才知道。因为没有人告诉你。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会把我换掉吗？不是，因为你早就被换掉。我这个人如果外观已经被看出来你有问题的时候，代表那个事太严重。我不是可以掩盖得很深的。那应该是差不多2个月前开始慢慢的，碰狗回来了。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事情一直在处理，他已经回神了，经过1年多回神了。你那一起铁石已经容易就卖钱。有啊有啊，因为我们当天很多菜主也来现场问。其实70岁以前有没有可能解决掉全部事情？70岁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相信我。因为那时候你说可能要还到80，一开始。解决有很多种方式的，大家等我一下下。1500万大概多久会还清？今年之内就可以处理掉。今年？现在今年剩下几个月而已。中秋节。怎么有那么大笔？我才不告诉你。代言。GGPCC 救救捧茶茶。